对，玩一些怪物，欸，其实我是记得这游戏它是可以存档的，欸，就假设我今天关卡打到一半，很像是可以存档的样子。嗯，欸，我没有给大家我的 ID 啊。我们介绍角色为主哈。真的假的？他这个就吸引到我了。来吧，金单纯抽卡哈，金单纯抽卡。今天不实战，今天不实战。哦，这只是什么？真就是保证就行了。哇，然后它就变大只了，是这个才是大奖啊！我操，所以另外一只也可以变六星，哇，真的好猛啊！啊，钻石没有白花，可以直接帮你瘦神话的意思吗？哇塞！海鲜这些重点引导的灵鸟八十鸟，然后另外一只是那个。你们谁看一下？哦，有项羽耶。那我们之后可以陆续再介绍啦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期的角色就是重点吧。